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淡江大学的邓浩云选手。三连霸当然是非常开心，但是其实还有一点点紧张，是因为跟我就是我的对手都是我小时候打过的这样子，然后我也很清楚知道他们的实力，对，然后今天他们表现得也非常好，所以其实这三第三个冠军其实算是有点难度的这样子。对，我们是有说好的，对，其实没有特别说要怎么样，反正是我们赛前的时候，其实都是直接说猜拳决定胜负，然后我其实全部都猜出，我学弟表现得非常，他表现得非常好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发球，他在发球那部分压制我蛮多的，然后他也很敢拼球，我只是想说我不要失误，不要把球打死，对，一球一球慢慢打这样，对，脚到大，他的这一直都是他的优势，对，这肯定是影响到非常大，因为。虽然说不用特别运动的时候可以不用特别太口罩，但是我还是会戴着，对，还是要保护一下自己。对，我是邓浩云，我在龙网三连霸。